我们要出来拉客啊！年轻的妹妹哈，晚上5点半来我们沙龙夜市。我看就直接收摊，我包了。啊！这也是胡宇威研发出来的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啊！谢谢。那你退出演艺圈啊？退出我儿子都接你的位置啊。可以。来，原位的两个。还有三位。啊，你是两个原位吗？哦，你是对。主持人不录了，不录了。我们这一摊在三立华视频道隆重开摊喽！